我这个行动，我这个坐卧，我这个言传，我这个话语，您瞧我像在哪个机关部门搞点工作的？就您这个样，哎，您往这一站我就看出来了。是吗？从您这穿着啊，打扮哦，气魄，嗯，气色，嗯，各个方面，也就在这个街道上胡同里来回转来转去的。哦，街道主任，换大米的。不是。谁换大米？谁是换大米的？你啊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就我这模样，我能是那个换大米的吗？不是换大米的，就是嘛，换鸡蛋的。这不一样吗？告诉你 啊，我是一位科学家。哦，您还是科学家？哎呦，中国科学院的女科学家呀。我怎么没见过您呢？你没见过啊？这倒可能啊。怎么？因为我经常的出锅。出锅？哎，煮烂乎了吗？什么呀什么呀，你不是经常出锅吗？怎么怎么出锅？哦对了，哦这四，哦这四声是果锅。哦，出国。对对对，哦，我经常出国。我经常出国。哎，对对对，经常出锅，不留神再碰到锅边上更麻烦了。开玩笑，您都到哪儿去过？哎呦，那可多了啊。那我头一次去的是美国。美国？哎，美国。美国您到的哪儿？美国您知道有个纽腰吗？啊，哎，我去过纽腰。哎呀，我也去过美国。你也到过纽腰？我到过岔气儿。我说，啊，这可是我先去你后去的。怎么呢？你看先扭腰后才岔气儿啊。对呀，啊，有叫扭腰的吗？那叫扭什么？那叫纽约啊。对对对，美国纽约。嗯，我还到过法国。什么地方？法国那个巴拉啊。我也到了法国。您到过巴拉？我到过嘎达。耶，这回是我先去的。哎，怎么呢？先长疙瘩后落巴拉。那叫法国什么？巴黎啊。我还到过英国呢。什么地方？英国的那个馄饨。我到过英国面条。咱俩在一个锅见面没听说过啊？那叫伦敦啊，英国的伦敦。这位还科学家呢，这位。哎呦，我去好多国家呀，人名都说不上来。哎，我忙着呢。你忙干嘛？哎呦，我到那儿是讲课呀。你讲什么呢？发表我的论文演说。您懂什么呢？懂什么？讲什么？化学，啊，化学，数学，天文，地理，等等，哎，等等，啊，等等。甭等了，嗯，全来了，甭等了啊。怎么了？天文。天文学啊，就是你也懂？当然了。是吗？当然了。我真不相信。不相信，啊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啊，我不用讲很深了，很深了，嗯，怕你听不懂。哦，我讲个最浅薄的。啊，您讲讲。我问问你啊。你问什么？你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？阴？问谁啊？问你啊。问我阴天怎么回事？哎，讲讲我听听。不知道。哟，连这么个浅薄的问题都不知道？我没学过天文学呀。这你可不如我了。你知道？当然是了。那好，哎，你说说我听听。耶，你说阴天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轻巧啊？嗯，各位观众，您瞧他这个态度。态度怎么了？他是向我学习呀。啊，我知道他不知道有您这么学习的吗？把眼一瞪，你知道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我能告诉你们。这怎么了？我说你这个学习态度也太不谦虚了。那应当的，你得客气客气。哦，还得客气客气。首先说您那个面部表情就不行。那我应当什么样呢？你得笑一点，不能太严肃了。哦，让我笑着点。哎，就是。那我会，那我会，哎，笑着点，怕麻的。嘿，咱会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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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？你不让我笑着点吗？干嘛张那么大嘴呀，啊，你那笑能不张嘴吗？太吓人了。并着嘴。并着嘴。哎，并着嘴，就是，能笑吗？那个更难看呢，怎么连笑都不会，啊，应当怎么笑啊？你呀，啊，得似笑似不笑，又说笑吧又想笑又不敢笑，不敢笑又想笑，似笑似不笑，仿佛没笑出来这么一种笑。哦，您这么说我明白了。哎，我应当呢是似笑似不笑，似不笑又带着笑，哎，想笑又没笑出来，哎，一笑两呲牙，对对对对，那么个笑法，哎，你给我笑个样子看看。 笑不了啊？我笑得了吗？得得得，那我也别难为你了，你问我吧。我请问请问您，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问题你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好，我告诉你。好，这个阴天究竟
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阴天呢？啊，就是没太阳。哎，哎，学问有太阳是晴天。哎，长学问了不是？我就长这学问呢。你别起哄了。哎，我再问问你，你说天地何为阴阳啊？天为阳，地为阴，谁都知道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天为什么？天为阳，地为阴。天为阴，地为阳。好，这位给翻个了，感应。对呀、啊。天怎么为阴呢？比如说吧，今儿这个天啊，要下雨，嗯，出门得带伞啊，这叫什么天呢？阴天呢？你怎么不叫阳天呢？啊，这。这叫天为阴，这是天为阴呢。地怎么为阳呢？啊，到春天了，地里什么气往上升？春暖花开，阳气上升。你怎么不阴气上升？那多别扭啊，对不对？地就为阳，哦，地就为阳了。跟你这么说啊，万物生灵离不开阴阳两个字。万物，嗯，都有阴阳，而且还离不开金木水火土，这叫五行。万物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。对喽，那不一定，一定。我要找一样东西，你能找上阴阳来吗？干嘛一样？随便你问。你能找得上来？能。你说这桌子哪儿为阳、哪儿为阴？桌子，嗯，桌子面为阳，桌子背为阴。为什么面为阳？太阳要一出来，身晒桌子哪儿啊？面啊。这个背晒不着吧？晒不着。哎，桌子面为阳，桌子背为阴。五行有吗？有啊。金木水火土的金。桌子本来是桌子吗？是木头。木头自己能垫桌子？做的。拿什么来做？先用锯呀、啊，把木头拉开。好，这个锯是什么的？锯是铁的。铁字儿怎么写呢？铁字是金字旁。哎，对了，这不就有金了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说桌子、嗯、啊，就是这金字旁就算金呐。哦，沾金就算。哎，对。哦，金木呢？桌子是什么呢？木头的。这还用问？水呢？水。这个水桌子是木料长成的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在种树的时候，你不得先浇水？哎，这不有水了吗？哦，种树浇水也算啊，就是水啊，火把桌子劈了烧火。哎，啊，你败家子儿啊？谁败家子儿啊？谁没事劈了桌子烧火呀、啊？你不问火吗？火，哦，原来这火，哎，在老年间没有火柴，没有打火机，是啊，随人是钻木取火。哎，这不有火了吗？哎。钻木取火也算。哎，这嘛算嘛。土木料是什么长成的？树。树在哪儿种着？地呀、啊哎、地是什么地？土的。哎，这不土吗？你看怎么样，怎么样、哎、学问合着的全让我说出来了。哎，刨去这桌子别人还行吗？随便问。刚才我买俩苹果。苹果这苹果有阴阳吗？有啊。苹果什么色的？半拉青半拉红。对，红的为阳，青的为阴。怎么红的这个本来苹果都不红？哦，太阳给晒红了，那半拉没晒着，那边为阴。哦，那苹果是太阳晒的。哎，晒红的、哎、阴阳有了。哎，对了，金木水火土的金。金苹果在哪儿长的？树上。它要熟了你不得摘它去吗？摘下。你用什么去摘苹果呢？用剪子一搅。哦，剪子是什么的？铁的。铁字怎么写？金字旁。哎，这不有金了吗？啊，对。哦，这毛病在这儿了，感应只一动铁器就有金字旁，我得注点意。木呢？木啊，苹果树是什么呢？木头的。木嘛。水。你把苹果咬一口，你满嘴的净流那个酸水，这不有水了吗？哎，流酸水也算吗？算嘛算嘛。火。火钻苹果取火。哎啊，钻苹果取火啊？把那苹果钻烂了也不行那个。苹哦火哎火，你吃苹果为的是败心火，这不有火了吗？哎这，哦这败火也算。算嘛算嘛。土。苹果树在哪儿种着？在地下。地是什么地呀、啊？土的。土吗？土。对对对，金木水火土有了、哎、有了有，这回就让他找不上来。哎、嗯，那卖苹果的车子上啊，嗯、还有一筐子什么呀？酸渣，酸渣也叫山里红、哦，我知道，也叫红果。吃过吃过。怎么打个？哎哎，它哪儿为阳，哪儿为阴啊？酸渣什么色啊？红的。哎，红的为阳啊。它都是红的。哎，它都是红的，是那太阳围着酸渣晒呀，还是那酸渣转着让太阳晒呀？啊，都是红的。哦，对了对了，酸渣都是红的呀。哪儿为阳哪儿为阴？都是红的。哎，外头是红的，你把酸渣掰开往里头瞧，里头什么色？白的。哎，里头为阴呢？啊，对，外边没走，钻里边去了啊。那怎么就在那儿？阴阳有了，金木水火土那金金呐、啊。嗯，酸渣在哪儿长着？树上。它要
都熟了，你不摘它去吗？当然得摘。你用什么去摘酸楂呀？拿棍儿棒下来的。拿棍儿棒下来的。我等等。嗯，你不是用剪子往下搅吗？不能用剪子。怎么呢？剪子是铁的，铁字有金字旁。用棍儿棒的。啊，行，棍儿。哎，你用什么棍儿？我用的是竹竿。铁棍儿不行。铁棍是铁的，金字旁，不动铁器，你放心吧。竹竿棒的，找劲。竹竿棒的。哦、行，和尚、嗯，你要一棒那可是全棒烂了。嗯，我吃烂酸的，你甭管。烂的你也吃？我爱吃烂的。哎，你见过大串的酸蘸吗？有啊，嚼一嚼，行不行？啊，用馅穿着，嗯，小孩们戴在脖梗里边挺好玩。对对对，馅是软的啊，酸渣是硬的。嗯，这个馅是用什么给穿过去的？馅啊，是用那个竹签捅过去的。竹签捅过去。不是你用针多快呢？不行，针是铁的，铁字有金字旁，不动铁器啊，竹签捅的。竹签不行啊。怎么呢？那个竹签那个头不尖呐、啊。没关系啊。啊，我再用。用什么削尖了？用玻璃咔嚓的。小刀不能用玻璃咔嚓。嗯，哎，对了，这个什么，它这个头不滑溜啊。没关系啊。用什么给错滑溜的？我在石子上磨的。你不嫌慢吗？啊，慢点没关系，咱不动铁器。您给我找筋啊，筋在哪儿呢？吃过糖酸渣吗？糖酸渣吃过，就是拉到口往里边加馅儿，又叫冰糖葫芦，是不是？也叫酸渣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口是用什么拉的？那口啊，哎，是用这个馅儿勒的，面酸着馅儿一勒就开，馅儿勒口。嗯，不对，它里边还有糊呢，有糊。那个糊是用什么给剥出来的？是用那个啊，用我那竹签剥了的。我您那个竹签怎么还没扔啊？这竹签有用，不能扔。竹签剥了的，你给我找筋。我这个糖酸渣你要吃不了，你给卖去。卖啊！你卖多钱一只？卖五毛。往下说。不，完了，五毛。哦，五毛。五毛完了？不是，我问五毛什么呢？五毛票。票。硬币收不收？不要。要什么？就要票。你忘不了词儿了。你给我找金票。这个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糖酸渣，糖酸渣，你得熬糖啊。当然。这个糖在哪熬的？糖我是用的那个砂锅熬的。哎，这个砂锅。砂锅。哎，这个砂字怎么写？石字旁一个哨字念砂。哎，那么这锅呢？金字旁。哎，在这儿。